打不打？打，打不打？错了没？腿有用吗？小球吃口药，怎么玩？关羽不知道在哪，我要去把这个妲己往死里压。等他掉一技能，一技能过去 ，OK， 一大球，然后走过去，二 A 小球大球，一套连招 A 他 ，A 他，直接交闪，好吧？一技能存了一颗球，一技能。闪现一技能加技能实力单杀，开玩笑，武则天嘛，是不是很简单？我一颗小球藏草里，小球大球二技能二一一，彩技 ，My friend， 告辞。发起进攻。想一下买什么？就买这个回响之杖。下路，好，赵云要过来了。上路两个人，我们小心一下赵云。赵云配合妲己一套技能可以秒我，我把这个二技能留一下。完了！哇，你真的是个天才！211死，哎，短了一丢丢，死，点他一下，点啊，完美。哎，这个鬼谷子好像还挺好的，他一拉我一大，游戏结束了呀。小球大球回波加问题不大。好，这边这个要死了吧？没死。做回响之杖。开始撤退。完了，这人肯定死了。我们继续看一下，先优先刷兵，一二一打一套，站在侧边位，小技能 A 一下 ，A 一下，他拉不拉得到？拉到了。接个大球没拉到他与我同在，小走位推开，小球大球推开，他点一个大招，对，我一技能闪现死一个，对不对？走到这边二技能推一下，小球大球难受不往这边走，救救我，死一个，一技能拉走位进这个场回城，看不到，哎呀你这个小兵，哎不啊啊，可以，哎，小兵儿，天才小兵，实力逼死中单，懂我意思吗？好，感谢冰可乐，谢谢。可以。啊，这个小兵太逗了吧！他为什么我进草，他都看得到我，很过分好吗？他不看到我，我就站在那个草就回去了。他不让我回，我站在那个草里面回城，他把我打死了。请求集合。做女人难。打不起来。小球。妲己不在，小球大球，小球接大球，我炸了一下，这个，谢谢，好，中路打起来了，给了一刀，好像打不了，我先丢一发二技能，211连招，211，我的朋友，你在何方？哎呀！大球打他，是不是往这边拉一手，小球
啊，一阶大球，哎，有了，是不是很关键？你不要认为是空放二技能，你空放的二技能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大球出来，是吧？二一一二一，实力连招很强，把这个面具一做，这一盘不就有了吗？对不对？嗯。恩赐你们喜欢的死法。拿个篮。一，先丢一颗球，下面就是一一，好吧？注意节奏。一一，推一下，跑起来。二一，一接大招。他晕我，接小球，接大球，不慌。二一一，再接。是不是吃口药买装备拉这边一二一接大球打到他难受不？这边一技能打一下死了一二一接大球他站在塔下不动。哎，我这个塔为什么打我？哎，都是奇怪的控制呢。能不能打？算了吧，撤退，买大面具，休想！哎，好，是不是尽力了？我这一波是尽力在这里绕马走位。嗯，他很慌，他也很急。我打这个马打得有点累。让我拿个蓝 buff。再往中路带，这一把应该就结束了呀，朋友们。武则天嘛，你会扔球就行了。一二一二一一三一一三一，无敌，标准连招，一技能随便空放一个，是不是？空放一个怎么办？然后一一走过去，二技能一推，然后一技能又好了，一一接大招，啪叽炸一个一一，懂我意思吧？看到没？啊，是不是？我看实力助攻。一二一，往后走，拉走位，不着急，是吧？一走过去，打一下，一二，往这边走。啊，刚才把那个按了个大招，给大家表演了一下，然后这个赵云就死了。好，接大球，往这边推，二技能，往这边绕，是吧？一一推一下，没推到，不急，是吧？往这边走，他这都敢跳进来。好，一二一，推个球拉走位，是不是？他过去给了一刀，我一技能 A 一下，往这边走，一二一，啊，他大招，我走位，左走右走，一技能救救我啊，救，一二一啊，推一下，不着急，讲道理，一技能没打到，一技能，是不是？好，我现在我应该去拿个蓝，让我拿个 buff。我拿 buff，谢谢。哎呀，不要总是在这里刷什么空了技能，你真的是不会玩武则天吧？武则天就是这样，要像法术机关枪一样的不停把这个技能往前面扔。你主张每个技能都进命中的话，其实没有意义的。你就是一二一，二技能空了就空了，好吧？你这个只要是这个大球打到别人有控制就行了，你不停的刷这个大球到别人脸上就可以了，好吧？你要注意，这个小球能中的话没有意义，你要的就是这个大球的伤害跟控制，其他都还好，好吧？是啊，难怪你这个武则天秀不起来，你就是这种小技能你也想中，就浪费表情，随意一点。好的，买装备走过去，死了吧？应该死了。好，发起进攻，直接一波了。你没有武则天，没有武则天就对了。武则天这个英雄不好用的。吃口药，往这边走，一套。我这里已经可以，好，这边劈了一刀，一技能拉不拉得到？拉不到，一二一打一套。看到没？一技能走个位不急，一二一接大招打到他炸一下没炸到不急，给个大球二一一拉走位二一一往回丢，空到他拉走位一技能一二一再死一个，是不是？看到没？啊，一就是二技能，你可能需要注意一下这个二技能，二到别人的时候有一段加速，你这个
就需要往回走一步，是吧？一二一往回走一步，然后再接个大球，你这样就保证安全距离。好，闪现过去，谁都没拉到，一二一打一套，打不到，这边晕了一下，感觉他这个好像要死了，没有死，往这边看，还差一下，没有打到。我一二一直接接大炸死，炸个鬼！开始撤退，一二一，一一一。他干嘛？你是这样想的？走位，吃口药，不急。等等我，马上到。我去拿 buff。我拿 buff， 谢谢。回月走一走。一二一，一，一二一，啊？好，拿到了。发起进攻。发起进攻。你来看个球。二一一，一二一，买装呗。现在没有闪现，这打起来直接给他招炸，是吧？全部都死了。三一二一，推球打断他，他踩我一脚，不慌，拉走位，拉一下，二技能控制小走位啊。漂亮，瞎搞，开进化了，没推开，会玩，慌不慌？这个小走位走不掉了，快点，我的朋友。能玩吗？做女帝更难。开始撤退。拉一手，拉我接大，炸死，是吧？全部半血，拜拜。你别说这一波打不赢，我这个大招命中这么多人，讲道理再拉一手，拉，再过去，我的队友呢？一二一，什么鬼？哟呵，哟呵，这都打得死，他是假的吧？妲己起来了。可以，我需要辉月秀他了，朋友们。开始撤退。我很烦。请求集合。能不能好好团一波？团一波就赢了。完了，他要死了，我赶紧接大招，炸一手，炸死一个，啪啪，买一手辉月，再往这边走，这个人残的，哎，你打谁？你一技能有没有？有没有想法？请求集合。他没有想法。吃口药，往这边走，一二一，打不打得起来？我的朋友，快点，一二一，二一一，他闪现，闪得漂亮，二一一接大招，别，哇，这个进化！哎，我这怎么打个团这么难呢？这前面这么顺的是这么难打呢？哦，真的漂亮。我们能不能好好打一把？我真的要受不了了，从头到尾瞎搞。这越打越逆风，很恐怖，好吧？请求集合。
轻敲集合。哎，我主要不想打字啊，我打字好累呀、啊。嗯。为你纯净化，我已经感受到了。我们少个人，等一手。哎！哇，少个打野又上了。哇！哇！我真的是这个大招，我这个辉月是躲了，我这个辉月真的是躲了很关键的。我一直在等那个妲己的二技能，我把那个大招跟把赵云的大招跟那个妲己的二技能跟一技能一起躲了，不然我这边只躲一个技能，我肯定会死了。好的，我没想到这一局居然会这么难，这也太难了吧，我的朋友。感谢啪啪沉默超级兵，谢谢你！快快快快快快快！早点结束，我受不了了！给一颗大球，二一。闪一再见，二技能再见，一再见，吃口药往前面怼，赶紧结束，我玩不进去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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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不是啊？这赶紧结束是这么结束的吗？你太恐怖了吧！他开个二技能到底强行点塔。二技能一再见，注意赵云的位置，一二一接大招再见。一再见，二一一是不是往这边走？我终于赢了，哦，很恐怖啊！就打个微信区这么累的吗？下一把。